们好，感谢收看我们的吃故事节目。今天芭比宝宝想做蛋糕，正好小猪佩奇到他家玩，所以呢他俩就开始一起做蛋糕。做什么蛋糕啊？生日蛋糕。对了，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生日蛋糕。妈妈，他们都开心的跳了起来喽。妈妈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做生日蛋糕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是芭比宝宝的生日。是吗？那小猪佩奇要亲手给他做一个是吗？对。这是要做什么蛋糕呀？是水果蛋糕，这里有这么多食材是吧？这烤完的面包蛋糕，那下面首先要放什么呀？奶油。哦，对，可是我已经把它擦了。那就擦奶油吧，把奶油都放上才能放一些水果呀。水果喽，妈妈，咱们得先炒辣子，是吗？可以呀，把辣子炒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给小猪佩奇炒这个，对，这样四根蜡烛，哇，不同颜色的蜡烛，很漂亮。妈妈，那个是什么呀？这是那种巧克力片片，对吧？这是啥？给大家看一下呀。这个是香蕉片。对，香蕉片片。这个是橘子爸爸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也是奶油，是白巧克力，是白巧克力球吧？可以放一些水果嘛？这里有樱桃，大还有草莓，放个樱桃。今天要给他们一个好吃的糖果棒棒糖，也要镶在这个点上，好不好？蓝色的，好漂亮啊！还有呢，好，就放三个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是橘子爸爸。这个是草莓，这个也是香蕉片。这个为什么放不进去呢？看看今天要看看你做的蛋糕好不好看啊？要又好看又好吃，这样呢，小猪佩奇和芭比娃娃才会吃得好，吃得香。放一个苹果，苹果，这样
做好喽，看看我们这个生日蛋糕做好喽。剩下的这个呢，咱们可以做一个面包。对，把这红的放在中间，多好看呢！这样。做了一个是最好的小小的糕点。妈妈，中间这个是最好的，是吗？嗯。哦，看看，我们的佩奇终于把蛋糕做好喽！哇，芭比娃娃很开心呐、这么漂亮，一定非常好吃。妈妈，现在咱们就给它打一块吧。不对，还有什么？之前还有。两件事情，吹蜡烛许愿，对吗？对。好的好的，我快一点许愿。我许了个愿，然后呢？啊，我要吹。哇，吹灭喽！我们可以切蛋糕了。因为这个小兔子是它属兔子的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呢给它做了一个小兔子的形状。 Happy birthday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他俩一人切了一块，对吗？他们高兴地吃着自己亲手做的蛋糕。妈妈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妈妈，刚才应该是 Happy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， 我发音不准是吗？英语没学好。哎呀，今天他们吃的太开心了。非常感谢小猪佩奇为我准备的生日蛋糕，谢谢谢谢。下次你过生日，我也给你做一个生日蛋糕。好，那今天他们就做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。